安。午安，嗨嗨，哼，全都抓到的呀，对，对，看心情，想用什么就用什么。晚安，谢谢吉米猪带你去流浪。今天变天了，大家。今天突然外面风很大，谢谢丁卯的啾啾你哦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，今天风很大，对，昨天晚上就风很大，一直听到，很担心我的衣服会不见，吹一吹不知道去哪里，我爱你呀。昨天我晚餐吃了很多东西，虽然我早上没有吃。今天，对啊，穿这个，流了清爽的水。谢谢法兰森的戳戳你，但是我通常不会穿整套。法兰森的戳戳你。但是我通常不会穿整套，因为脚会很热。粉红心冰的有啊，我有喝。虽然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我觉得它不是难喝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饮料。有喝过就好的感觉。第一次看到蓝色的拉面，大家都说看到蓝色会影响那个食欲，但我觉得它的蓝色是算好看的蓝色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。什么口味？我不是有写在 hashtag 上吗？鸡脆鸡盐味鸡汤，鸡汤的味道。晚安。星冰乐的口味好像是什么，很长的，很长的名字。谢谢北原的要你好看。这一款是那颜色，对，它其他还有豚骨什么酱油，好像是正常，它只有那个是不一样的。鸡我有吃，是正常，它只有那个是不一样的。鸡我有吃。草莓香精汤，对，拍自己的。昨天去吃要排很久，我记得，哦，对，那个店很小，然后好像就是晚上排的话会比较多人，中午好像还好，我是中午去的，而且感觉假日就会很多人。谢谢魔法棒。谢谢北原的裴凯蒂轩看流星，凯蒂轩不会刚起床，对啊，我2点的时候起床的。我觉得他的面蛮好吃，吃拉面都会喝汤要牺牲。我的话大概喝个两三口，我不会就是把它喝得
很多，它好像可以免费加面一次，但是我没有加。嗯，对，嗯，他是说那个柠檬什么柠檬片要先拿起来，比较不会苦苦的。但我觉得没有加那个柠檬片也蛮好吃的，就是咸咸的拉面。嗯，免费加面，对，可以免费加面。我那时候去吃，然后我隔壁有两个人，他们就加，说要加面，加面，然后他们吃完两个，就是两个面的时候，我们才终于把那个一碗吃完。大家吃拉面是不是都很快？谢谢季风亮的魔法棒，叉烧粉。嗯，免费加面，美少女免费加面，没有，旁边是普通的男生，可以加面。柠檬片是当完美道具，柠檬片好像是说，他说怕你如果后面的时候想要换一点口味的话，你可以把柠檬片那个柠檬汁挤进去，然后那个汤会变紫色。谢谢树之家的啾啾你哦。拉面本来就是要20分钟内吃完厉害店面的东西，是吗？大家都会熄灭吗？大家都会那个日本人熄灭法。嗯，还是大家有就是台湾式的吃法，放在汤匙上面，还是用夹的。嗯，现在吸能吃挺快，不会的，如果喷到衣服，嗯，日本人感觉他们吸都不会喷的到处都是。嗯，谢谢嘎嘎的一封信，放在汤匙吹凉再吃，这是典型的台湾吃面法。技巧。通常感觉要一直去吃拉面才会抓到那个吸面的那个方法。嗯，吸面好像是有技巧。我问阿北桑，他说没有啊，他们没有特别学，他们出生就会。他说没有什么技巧吗？他说没有。嗯，阳春面练习，阳春面很容易断掉吧？不会吗？天哪，满汤喝一半。夹着面的下缘。麻酱泡面，发现越粗的面越难吸，但它那个是细面，所以我觉得它那个是很好吸的面。乌龙面什么的就没有办法，乌龙面就一条吧，一条。有的那种卷卷的面，感觉很难。鸟人，嗯，觉得拉面是不是都偏咸啊？拉面都很咸。现在粗面还是细面？应该是细面吧。
后面不知道哎、欸。如果是意大利面的话，是宽面派。QQ 的 QQ 的很好吃，对啊。吸太多空气，但他阿北常说不会吸太多空气，还是这么说。浓厚的，硬面偶尔软面，硬面吧。因为林一剪短头发，我这样弄起来只是因为我往前不会曝光，我如果头发放在前面就会曝光，就把它弄到后面。嗯，宽扁面，对，意大利面宽扁面就是比较容易那个酱会留在面上。太阳番茄拉面我吃过一次耶，但我好像觉得还好。直接跟我们说你的意兰颠法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我那次没有全部点清淡，所以它才会对我来说很浓。好像有一个点了普通，嗯，你忘记学生时代他的午餐吃了什么？我还没有吃午餐，所以我开了洋芋片。Nagi， 不喜欢你奶，我就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。我的话的话呢，应该是鸟人跟我昨天吃的那个蒸煎在上面，然后依然在最下面，多不喜欢。那个猪的味道我没有办法，应该说吃了依然会让我对豚骨却步。嗯，豚骨，我现在就是觉得豚骨都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，所以我去拉面店，如果能不点豚骨，我就不会点豚骨。嗯，请试试其他家的豚骨。豚海是什么？我知道有什么鱼姐，什么是鱼汤，然后烟味的那种，可能比较适合我。收把性，就那个汤越清，越稀。可能越适合我，越浓可能就不适合我，就是那个汤卤越稠的话可能不适合我。嗯，鱼翅也是很浓。不对，我知道公司附近有一间很有名的拉面店，但它是不是看起来也很浓？它看起来蛮浓。现在是葱吗？我喜欢生葱，不喜欢煮熟的葱。五只神，对，他超瞎，他超瞎。他超瞎。谢谢小林的爱的熊抱。不适合我，很咸，这么咸。谢谢小林的爱的熊抱，我其实也没有说很清淡吧，有吗？咸对我来讲还好，油比较不行。
揚げポテト。吃到太咸的会偷倒冰水进去，对吧？对吧？我是说，加那个冰开水是大家都会有的行为。我都不沾酱了，还不清淡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不加酱就是清淡派。拉面加冰水会冷掉。当它是烫的时候，加一点点会变温的。真的很好吃，很硬。就是最原味，咸味，盐味。它的就是它很脆，所以它吃起来声音特别大声。所以，如果想要安静吃这个的话，有点困难。如果吃饼干口渴会喝水吗？不会。应该说你在我家就找不到水这个东西，你在我家不会看到水，没有水，我冰箱里面没有水，有冰块了。包的好像都要去那种超市，那种很日式的超市，百货公司的楼下之类的。花茶剩一罐，是不是今天要喝完？因为今天我妈是不是会来？是不是要在她上来之前，我先把那一罐喝完？赶快喝掉！对，明天就会没了。好吧，最后一罐应该要是我喝掉的。叫他去买。我每次都在想去买那个花茶，是不是要借一下脚踏车？一个月都喝水100万，那我努力。虾皮买超取就好，重点是要搬回去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。我觉得我6罐乘二就是极限，3的话不知道扛不扛得动，扛得动吗？外送是我的好伙伴，我怕外送员会想要打我。
爬上去五楼，对啊，就是自己爬上去五楼，订个两箱。有时候阿伯三会来我家，然后因为我家不是五楼嘛，然后他有时候会来我家叫外送，然后可能那天下大雨的时候，外送人就会穿雨衣，然后在一楼，然后我帮他开门嘛，然后他就会要爬上来，然后就很怕他爬上来会一脸就是很累，所以我都会从五楼然后走下去。我非常的抱歉，下大雨然后外送还要爬五楼，真的是蛮累的。有练过，垂掉下去，你说从五楼垂掉下去是不是有点远？拍完表示心累，所以我通常不会让他爬到五楼。辛苦钱了。用个电梯，我也希望有电梯啊，但就是没有，已经没有可以盖电梯的地方了。爬上会不会用丢的？很可怕、啊。爬楼梯像飞的，其实我觉得爬楼梯就是要快一点，比较不会累啊。知道都饿了，这是我的午餐。真好爬了 ，sorry， 很抱歉没有楼梯，没有电梯。声音超蠢，对吧？晚上还会吃吗？应该会吧。我昨天去了那个什么搜狗，什么什么日本展。低血糖，昨天
昨天什么时候啊？忘记了。那个时候是几点呢？应该是4点多的时候。听下就觉得肚子饿吗？为什么那么紧张？为什么那么紧张？下午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在想，就是它里面有很多食物，反正我最后就随便，我跟大姨一起，就随便买了一个那个大阪烧回家，吃的有擦到上颚骨吗？这个吗？没有。然后还有美食界的甜不辣什么的，我就吃了这两个晚餐，然后还有一个面包，很大一个的面包，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吃太多。那个我昨天把三餐集中在晚上。日本特产回家我没有买，但是我还蛮想要买那种蛋糕，尽量吃，是吗？可是姑且我的标准是在45公斤。下次换口味。小依云他有买是吗？他买了什么？各种食物的味道，长崎蛋糕吗？还有很多，还有什么年轮蛋糕，还有那个在外面的蛋糕。标准，现在是在标准内，但它的标准是正负一。但大概就是45.5以上那样。草莓双层乳肉是外面的，哦，我知道那个。我本来想买那个，那里有卖一个巧克力的什么饼干。但那个就因为跟亲戚一起去，然后他们就先去等电梯了，我就不好意思再走过去。哈哈哈。多少？你有体重吗？昨天晚上是45.8左右。比较样。但我觉得应该是我吃饭的时间都在晚上，然后晚上凉就比较重。现在讲正经，我对于体重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好隐藏。
好像比较高，可是我们也没有可以量身高的地方。大家都会去哪里量？如果想量的话，但有时候晚上量的时候很瘦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通常晚上不是比较重吗？有体检，水分流失。不常跑厕所，所以比较瘦，什么意思？不常跑厕所不是应该比较重吗？我是说，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李佳丽家，然后帮李佳李彩洁庆生。就那一天，我吃了很多东西，但我回家量发现我没有变胖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难不成我前阵子有瘦？都不知道吃去哪里。晚上量体重4、5.5、6、7，我都觉得是正常。但如果晚上量是4、5、2、3的话，我就会想说，怎么可能？其实呢，我明明真的吃很多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吃的不是饭而已，就是如果要吃火锅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吃饭。所以感觉没吃饭的差吧，没吃饭就不会很重的感觉，因为饭感觉就很重。凑一餐吃，蛮有可能。我昨天就是三餐凑一餐吃，没吃淀粉。我真的是一个对饭还好的人。很不胖，有啊，还是有吧。常量体重，对，我是一个常量体重的人。可是不是都说不喝水会变胖吗？不喝水的人容易变胖。所以我喝水的话会变瘦吗？不在意体重，但是常常量。我还是有在意啊。可以少吃一点吗？是不会，但我那一天就不会吃。知道吧？
写浪漫玫瑰。泡泡水也不怎么吃饭，泡泡水会变差，对吧？不喝水，代谢会变差。午安，运动量太大，运动量其实也没有太大吧。我觉得我最近可能变四五点八九的原因，应该是没有睡超过十个小时。睡觉会瘦，睡觉会瘦，真的。喝多一点水是不是本来就不想吃？这跟喝饮料也是差不多的概念。我喝水就会觉得是空腹的感觉，但喝饮料就会觉得有吃东西，所以我喝饮料。基础代谢比较高，也是有可能。基础代谢比较高，谢谢设计家的啾啾你哦。喝水就是喝空气的感觉。千万是粉丝团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哦。睡满十二小时前不会头痛吗？不会啊，大家每次都问我，大家每次都说睡太久会头痛，我就不觉得睡太久会头痛。连粉吸，连吸空气都会胖，怎么可能连吸空气都会胖？绝对还是有吃吧。睡不到十二小时，睡不到十二小时会晃神，会晃神。无法赖床，还是体质的问题。睡久是真的会很累，他自己会痛起来。睡不到十二小时，没办法跟你一样爽。睡不到十二小时，感觉很难过哎。如果我有一天，我想睡还没办法睡的话。谢谢法兰斯的梦幻泡泡。有机会的话还会想去开球吗？想啊，只是就是觉得可以再练习一下那个丢球的部分。我觉得当天在练有点太害怕。睡不到十二小，最多就十小。我的话昨天好像两点多，然后睡到两点，这样是十二个小时。开机时间会比较长。对，睡太久会头痛。不如说，我觉得比较困扰的是睡十二个小时，如果中间要起来上厕所，是件很麻烦的事情。想要追求速是吗？我没有想要追求速，因为我只要吹了那个力度的话就会歪掉，所以我其实我那天丢的不是全力，因为我想说与其丢歪还是丢准一点比较好，我就收了一点那个收了一点力气。
反正那个距离也不用用到全力就可以丢到那个地方。其实不用全力就可以丢到，因为棒球你不觉得棒球就比较可以丢的比较远吗？不需要很大力。就是找一个刚刚好。因为他就是我们彩排完，怎么说上去彩排完之后就回去弄一些就是东西，然后他就有带我们去那个去练习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丢球。我一开始就丢比较大力，然后就蛮歪的，后面就试图寻找那个感觉，就丢了四五球吧，也没有丢很久，蛮好丢得到垒上。是每个东西都距离都是一样的吗？反正如果是抛物线的话，可能就要大力一点才会到那边。玩过棒球，我从小玩的不是棒球，是乐乐棒球，是软的，是软的，是海绵球。可能是因为我以前玩的是海绵球，海绵球怎么丢它就是因为很轻，所以它飞不了很远，所以我可能就是因为练那个球。职业乐乐棒玩家，乐乐棒球就是它很轻啊，就那个球很轻啊，所以你就要丢的更大力，不然的话它就会不知道会去哪里。瞄准点不会瞄手套吧？棒球握起来太大吗？是蛮大的，蛮大的。这样还好，我的手来说没有，还可以。不太会飘，对。你要跟粉丝，我哪有在丢球给粉丝？那个棒球也好送宜兰的吗？好像还在台北，好像还在客厅。对看看风险，为什么要对看看风险？丢海报，我哪有？我丢海报，目前还是没有。我是用抛物线在丢的。就是这种，如果是这样过去的话，可能就蛮危险。签名球，太轻的东西就很难丢。转速会提高。它不是有两条线吗？我通常就把它放横的，怕滑掉，怕滑掉，会变一个井字。晴光塔魔球，没有什么叫晴空塔魔球。红线快速球，哦，那我的握法是对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以为你们是说要照着那个线握诶。球还在吗？我记得球好像还在外面。球，哎呦！
我的话应该是这样丢的。我以为你们说要这样过，我记得我好像是这样过。这样丢感觉很困难呢，这样丢感觉很困难。我是这样丢的，就是觉得蛮好丢的、啊，虽然它上，是这颗吗？我不知道，啊，这是我丢的球吗？好像是、欸。其实拿到棒球的机会很少，所以我真的没有什么丢过棒球。下面没签名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上面没有签名。开发棒球迷市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会投球。官方来愚人了，什么意思？官方送了新礼物，那是真的官方吗？要请他们签名，这么多球员，我怎么知道要叫谁签？大球在玩的几乎是垒球，对对对，最强的那个出来。大喊谁的比较好卖？你们很快。全部都签。赖师傅。有知道哪些球员吗？我真的是，其实我没有很常看棒球，但姑且我是知道棒球的规则，但我对其他的运动真的是没有任何知识。我对篮球是最没有知识的东西，虽然你知道国中、高中都是学篮球比较多，但是我就是没有认真学过篮球的规则。再见了，他走过去给大家退钱，篮球比较大颗。大家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最不擅长足球，足球应该是最不擅长。不知道，就是那个要边踢边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我觉得。棒球我觉得已经算很好懂的一个运动了、欸、把它放到那个篮子就是。我真的觉得足球是一个很困难的运动，而且我因为看那个比赛什么的，就发现足球场超大的，然后就是那个框跟从踢进去的那个地方很远耶、欸我是想说，到底是怎么样才踢得进去？所以每次看，有时候看到那个足球比赛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足球比赛到最后那个分数大概都只有两三分左右，就是那个得分非常的少，然后就想说，足球也太难玩了吧？
足球也太难玩了吧。看球很无聊，想说要得分很困难，就是因为你知道看球赛就是想要看到那个得分的瞬间，但你发现大家都得不了分的时候，就会不知道要看什么，就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得分。我每次看足球比赛都是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得分。但那个足球场，对啊，我就想说足球场到底干嘛要这么大，就很难得分，还要做这么大，就想说很累。想说很累。足球只有世足赛的时候会看。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动漫，然后它就是踢足球的动漫，但是因为是动漫，所以就可以有那种哦他踢进去的那种，因为那都是虚拟的，你想要他踢进去他就踢得进去，就会觉得哦好像很厉害这样子。然后发现实际上的足球是根本，就算这个选手真的是超会踢足球，但他就是踢不进去，我就会觉得足球真的是太为难人家了。太为难人家了。对，都说可能这个人很会射门什么的，然后发现他其实到比赛的时候他根本射不进去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要为难人家。太困难了，从自己的门踢到对手的门。就是那个传球的过程都感觉很厉害，但实际上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足球门其实很大，但就感觉根本进不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太远了。就会有一种很神奇的招式，然后发现实际上不会有那种招式。脚没有手灵活，就脚很难啊！我就觉得脚很难，脚很难。就会有一首很神奇的那种障眼法什么的，但好像实际上看足球比赛的时候通常不会有这种，通常就真的是你追我跑的一个游戏。我就觉得足球比赛真的是一个你追我跑，就是他没有任何，就是好像这个选手他很有技术性，然后他的对手找不到，通常就是好像到一半就会打起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根本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他现在很技术的那种事情，然后就会被阻止了，然后就会觉得足球比赛也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东西。成功踢出去也要射正才有机会，就是我看到的足球比赛都是用撞上去的。他根本不是用脚，他是用撞上去。我想说，就是原来足球比赛都是这样比的。真的很容易被中断，用脚这样插进去。看到美式足球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人家现在在。就是他在弄他的球，然后敌人不是就是要阻止他过去吗？然后通常那个脚就会这样去进去那个球里面，这样挥挥挥挥挥，都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想说，是这样子。一铲，怎么可能敌得过去？怎么可能敌得过去？多一只脚当然就是很容易失败啊。街头乱斗，就是我就觉得好像都是用脚在打架的感觉，根本没有在踢足球，他们其实用脚在打架。
不都是会有那种一个人，然后对三个人，然后在那边抢那个球。送我他的圣诞礼物没关系，他可以先送他的好朋友们。他有什么想要尝试的运动吗？我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要学会溜冰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我也想要学足球啊，可是我就是怎么说，因为体育课这种东西都通常都学基础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，就很想学看看，就真的很想认真的学一次足球，但是你知道学校的足球就比较随便，学校学的东西就比较随便。中午好哟。篮球就不想了，我不想，我真的不喜欢篮球，我真的不喜欢篮球。去楼上玩过溜冰，对，我玩过溜冰，大概一次就不想玩。对，怎么说？与其真的要跟人家正式比赛，我比较希望我自己会那个技术就好，我不需要上场，但我就是想要好像会就好了。所以，如果真的要学篮球的话，我不希望学的是那种，就是一对一什么三对三，就不想，我不想学那个，我就真的只想学自己，我自己会就好了，我自己可以打，然后自己可以走，然后自己可以投球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足球也是啊，我只是想要自己试看看，可以边踢足球边跑这样子。我只是想试看看那个一些神奇的技术。花式篮球，我不想进去跟人家打架。我只想要自己玩。盘球真的有难度。重点是我只想试试，我只是想要有那个机会试试。比如说，我很想试看看跳高，那个跳高就感觉会的话，不觉得很厉害吗？但是就是通常不会有人说，哦，我们今天要认真来学跳高，除非你是什么跳高选手，不然的话，通常就是不太会有机会去跳那个东西。就蛮想跳看看。网球吧，网球不是要双手吗？双手感觉就很困难，听说很重。我是一个手背完全没有肌肉的一个人，我觉得我非常之不适合网球。中间有网子的运动，还有什么跳箱？跳箱感觉很好玩，可是跳箱感觉很可怕。跳箱没有跳过去，感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乒乓球感觉最是，哦，高中的时候也有玩过乒乓球。可是就是真的是一瞬间，可能两堂课就会结束那个乒乓球的课程，然后打完就忘记这样子。排球就单纯很痛，然后我会这个，然后打100下之类的。高尔夫这个场地有限吧？高尔夫球感觉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运动，就假如说你把球就是挥得很远，然后你还要去找那个球，然后要走到那个终点，感觉非常的很大。游泳我真的不行欸，游泳，我超讨厌水的活动，因为我就很容易呛到，我就不会憋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明明有憋气，但它就是会进去，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方法有什么，还是我的鼻孔比较大。撞球感觉也不错啊，保龄球也蛮好。
讨厌水上活动，讨厌水上活动，就很容易呛到，超讨厌，超讨厌，呛到很不舒服，也跟水不合，我没办法手放开的憋气，我没有办法手放开憋气，很困难。因为假如说你要游泳，你就得两只手放开啊，你没有办法，就是一只手捏着鼻子，一只手游泳，没有办法吧？我大概只会水上漂，然后这样。没电了，没电了，用夹子夹住鼻子。刷子阿伯上吗？仰视没办法，我觉得仰视是最可怕的。仰视是最可怕，因为仰视就要往上，往上就会有种要沉进去的感觉。然后如果水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很可怕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仰视。但每次看到有人就是有仰视的时候，就假如他不是认真的仰视，他就真的只是仰着然后飘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很舒服，但我没有办法学不会。放松，什么叫做放松？躺下去那个瞬间就不放松了，就是根本浮不起来，怎么可能浮得起来？害怕整个沉下，对啊，因为我表妹会，所以我每次看到她飘，我就想说好像很酷，但是我每次想尝试的时候，我就放弃，我在中间放弃，很可怕，就是感觉脸会进去，我就感觉脸会进去，很可怕。而且他感觉就会从这边这样灌水那个进去，而且如果你头往上，那水不就是往里面流吗？就没有办法，密度太高所以不会浮，有这种事，突破心理障碍就可以，不行，我大概可以泡着水这样子。是有时候蛙式都太累，反正头要进去的就没有办法，那个要头要进去水里面，我就觉得没有办法。所以每次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去玩水，不是都会有那种溜滑梯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双手把我的鼻子捏起来，我才有办法下去。不然的话，我绝对会吸到水。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绝对，就是会进去。嗯，他怎么念？教练。但我曾经就是有能够游，可能几公尺这样子，国小的时候吧，还是有成功过，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我就忘记了。国中都会有那种就是调查，说有什么什么等级，你是几等这样子的一个奇怪的调查，我永远都是掉就是那个会水母漂这样子，最最低的那个。他会调查说什么可以游几公尺之类的。高中毕业不是要游20公尺？没有啊，没有这种，我没有这种，学校没有要游泳这个，我高中没有需要游泳的体育课。所以我高中从来没有游过泳啊。二十五公尺总可以吧？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我觉得大家游泳的时候可以换气是件很厉害的事情。那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吗？没有哎，没有，我们学校没有游泳课。不会换气，
就想说在他换气的时候，他是说什么要上来换气，我想说这样绝对会吃到水吧，你确我都很好奇他们的嘴巴里面到底有没有吃到水，绝对有吃到水吧。真好没游泳课，对，没有游泳课，我高中的时候没有游泳课，国中也是几乎是零，国中也没有游泳课的印象，我只有国小好像有游泳课，但它是取消了，而且它不是固定什么时候，就是它很久久会有一次。我这边也可以不换气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奇，而且怎么说，进到水里之后，那个水就会灌进去鼻子，就很不舒服。虽然假如说你真的没有进去，就是水没有进去，但它会在鼻子的那个空间，我就会觉得很讨厌，我就会很讨厌，它就会在这个里面这样子。学校游泳课在冬天，我们之前有几次。国小吗？还是国中？我忘记了，因为我国小国中的同学差不多，所以我没有印象。反正就是因为在宜兰，然后它是有那种温水游泳池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冷，我就觉得很冷，我没有办法游，就是一直在水里面抖这样子。上八桌想到就痛苦。会不会比较不怕？不会，我就是不习惯那个水在鼻子的感觉，但我可以泡在水里啊，我泡在水里的话没有问题，脸要进去没有办法。鼻子吐气就会没有气耶，我也会跑到鼻子，但我洗头的时候是仰着洗，我不是低下去洗。手机也在抖。吸进去就可以吐掉，就没了不是吗？但不吐掉感觉可以撑比较久啊。仰着洗不会被脖子酸吗？不是还好啊，我都是这样。冲头顶，我是一直都是抬着头洗。没有办法，我就是不适合水上活动，我不适合。我不适合，
擦擦。陆地上，对，在陆地上就好。跳高跳远，嗯，撞球，保龄球，还有什么球？感觉也很棒啊，只是台湾就没有真的可以滑雪的地方。羽毛球，羽毛球久久的打一次的时候，会发现打不到球。打标，打标是什么？排球。排球感觉手都会很痛。直排轮呢？直排轮哦，很害怕欸，那种有轮子跟刀子，就是反正他的脚不在地上的那种。所以溜冰我也不会啊，就是因为它都是脚上有什么东西。射飞镖，那个射箭感觉也很好玩，射箭。扯铃，扯铃其实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国小有玩过几次。溜冰也无妨，就是不会啊，可能要有人要教吧。滑滑板还有架势，蛮有架势，不是？那个也是有时候看运气啊，看运气。还行，那个滑板就是要抓到那个感觉。有玩过什么？我玩过石板，小国小的时候，但就是会忘记啊，所有的东西，就是那种靠平衡的东西，需要一点，就是学会之后要试看看。攀岩呢？攀岩感觉蛮想试试看，虽然我手背是真的没有力气啊，但感觉蛮好玩的，嗯。手是真的没有力气，再踩上去就会回想起来吗？不知道欸，因为其实我国小那个蛇板也是我同学教我的，所以我在他教完之前，就是前面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，所以我现在是完全忘记蛇板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我国小说有玩过一下下，但我国中我就忘记。有啊，林哎，还有那个什么单杠什么，那叫什么引体向上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这样倒着绕一圈那个，感觉很好玩。这样往上，然后绕一圈。想要再成功一次，我以前有成功过，但我现在没有办法。我也蛮稳的，为什么？三个乱石，对，笑一下那个，我忘记了，但是我记得我有成功过，但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长大，然后就是人变大只了，但是力气没有变大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上不去，你知道吗？上不去。那个好难，那个到底是要哪里的肌肉？是要手的力量吗？还是哪里？我其实不太懂，就是哪里的问题？勇气吗？没有勇气。转一圈，长大了比较怕死。我在想。
想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比较轻，所以上去比较简单。握力跟背肌，那个是要背肌的东西哦。为什么会用到背啊？往前的话很简单，往前的话应该谁都可以吧。往前的话绕一圈应该很简单，往后很难，往后很难。勇气很需要勇气，运动很需要勇气，但我其实是一个没什么勇气的人。玩单杠当然就是上不去啊，连这样拉上去都上不去。多腹肌，小卡对 ，i 七，什么东西？勇气撑不了你的体重。小时候就不怕受伤，运动的时候，倒过来的浮力挺身就会用到背，倒过来的浮力挺身，小时候的单杠比较矮，小时候感觉都随便甩。真的，小时候都随便摔啊。小时候学什么都很快。但我小时候的时候还是不会不敢玩纸牌轮，就是我还是怕跌倒。小时候摔坏，一层楼的高度都敢往下跳。现在小时候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轻，所以跳下去的时候身体的重量可以承受住。但现在的话，身体的重量如果从一层楼跳下来，感觉膝盖承受不住你的体重。怕摔，当然是会怕摔啊。擦伤而已。看来他的腿直接断给你看，没有那么灵活了现在。会咔咔响，跟我一样吗？会咔咔响。我真的是最近真的觉得膝盖真的太大声，我很害怕旁边的人会听到。因为我每次起立蹲下的时候就会有声音，就很怕旁边的人会听到，想说什么声音。公演完都会这样子，公演完会这样子吗？我是不知道啊。从楼梯下去，对，小时候的话都可以两层两层下楼梯啊，还可以坐着那个栏杆这样子也滑下来，听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吧。对啊，真的是很酷，该不会真的里面有什么零件？现在偶尔会翻墙一下，不小心把自己锁。我以前我家也是，假如说外面锁起来的话，我就会爬窗户进去。我需要维骨力。现在沿着栏杆应该不敢滑，对，以前都可以从上面滑下，但是那个就是会很脏，就是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很脏，裤子可能会是黑的。
知道是什么的，代表他的膝盖也会响。代表被抽一个心情症。花篮感的帮忙擦，我们要看一下医生，这样很难去那个，很难去怎么说，通常去看医生不是因为会痛才会去看医生，我就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不然的话他如果说你怎么了，我就说膝盖有声音这样子，没有什么想说，但是不会痛的，好像没什么意义，没药医，对，结果他说多吃一点维骨力这样补钙，那我也只能哦，是哦这样。快点跟我休息，是因为膝盖问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因为膝盖的问题。多活动，对，多活动，叫我多喝水。绝对都是那种吧，对。多多怎么样？这样子不该。不会痛还好，那不会痛那就没事这样子。今天是愚人节，国中一起被超过的同学有相同声音的膝盖，我现在没有见过国中的同学，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国中的同学在干嘛。二月升学证寄来了，他有拿到升学证了吗？谢谢红包。我想要红包，为什么没有？我只有阳光红包。难得看到很多零一，你是零一富翁。阳光包后面，好吧，好吧，23块，很棒，感谢粉丝团，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人跟我抢粉丝团。听说什么明天是要卖
合照会是吗？reset 专辑吗？然后哎呀，我刚刚按了，我拿到了23块，抽选啦，没得怕的，没得怕的啦。哪里啊？4月2号，4月2号可以买是不是？我还没有认真看。4月2号中午12点开始预购。可以买到5月1号，然后嘞，然后可以进去问卷里面，啊嘞，还没有打开，好吧。我不清楚，不清楚。移动，妈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合照服装跟握手有一样的吗？我还没有想这么后面呢、欸，我还没有想到这么后面。那个不是应该5月的时候再开始想就好吗？5月底开始想，还没研究过的是预购就可以抽了，应该是预购就可以抽了吧？因为他六月，他写4月2号他就开始了那个问卷调查，风格嘛。算烂了，我不要穿一样的、啊，穿一样的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为什么要穿不一样的？穿一样的大家就不会来这样子。你们这些是不是想要拍很多张？真的有需要拍很多张吗？我是不知道需不需要。可是有2天啊，大家有这么多动作可以拍是不是？如果是我的话，750块买一张，然后有一张合照我就满足了。对啊，有太多张反而不知道怎么挑，就是拍太多张不知道怎么挑。我改圣诞 T 吗？5月的时候先看，你是不是想要看你们的创意啊？不知道，哈哈，还很久，不想思考。为什么有3部呢？为什么有3部呢？2部就够了吧？2天各1部就好了吧？这样我还要思考我那天要穿什么。因为魔改自己的圣诞体也是可以啊，你们要怎么魔改？你们要怎么魔改？你们也要露腰吗？我是有点对。
你们能改哪里？不就是要改的第一个步骤，不就是先把那个下面先剪掉，变成背心，剪开衣服方便让肚子掉出来，现在弄成肚兜。那我期待一下你们魔改一下，大家有多买到可以魔改吗？是不是没有？大家改得下手吗？下不了手。请问大家有多买到可以拿来改吗？改一件900有点贵，失败了就浪费900块。缺少的是创意。你们说的好像很轻松，但绝对剪不下手的。你们绝对剪不下手。跟大家的肚子合照，跟大家的肚子合照，不知道会。六月应该蛮热的吧？大家可以剪短板，短板很简单，就把下面的没有图案的地方都剪掉。这男生身上都很乖。想办法改造，真的要露肚子吗？我又没有强迫你们，你们普通穿圣诞 T 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，好不好？不能露出躯体，你们就不要出现就好了，不要露出。粉丝自己贴在腰间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啊。他长这样是不是？林果要长这样是不是？林果，等你，等你挑战，就是你了。他压力突然超大，不能只有我要思考要穿什么吧？你们应该也要思考一下。思考一下到底要穿什么。 Reset 的发售纪念合照会是不是应该可以穿一下 Reset 的衣服？苹果要露一块肌，一块肌用手术刀刻一下，用奇异笔画一下，还是用阴影，用打阴影的可能会比较自然。可以穿制服啊，穿蕾丝衣服会很热，会很热吗？是在户外拍是不是很热吗？你穿蕾丝衣服，粉丝会变得很突兀。本来就是要有点差别，不然我就会变得很像粉丝这样。深度蜘蛛的衣服，去哪里深度蜘蛛的衣服？公司仓库，你们要去公司仓库偷是不是？
还是我cos 粉丝的穿搭，我穿的跟你们一样，但很简单，应该随便一件 T 恤跟一件裤子就可以出场。下次我们去找他合照，他是主角，合照会的主角。黑猫擦海报，上次不是提过了吗？对啊，用洋装可以吗？你说我还是你？被臭了吗？怎么我都没有说，刚刚都是你们在说的。我又没有说粉丝都穿什么。我穿这样吗？我穿这样，我体型也不会长那个样子。现在说什么都是参考而已，不采用。我们时间还很久，到时候再说就好。说不定根本没有这么多人买，那我就不用花太多，不需要太多。然后柔性极高，什么我没有说什么。如果真的有很多人找很找，我再来思考，再来慢慢思考。我们先思考一下握手会怎么样好吗？我握手会5月都还没到，5月都还没到，真的心压力超大。我压力不大吗？有没有那么期待？哎呀，是不是小看？我没有小看，我没有，就是大家加油，大家可以。没关系，对，你有买到3张，我就觉得很厉害了。3场各买1张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。大脸踢上去握手，那你可以脱下来，然后那件放在旁边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进去，这样我本人就有算有到了吧？跟 T 恤拍照就好了，跟我拍干嘛？教我拍干嘛？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你要一张一张？你这样一张一张，再加上菜呀，你应该也是花蛮多。抽中可以，可以好不好？上一次的话是600块，这次应该比较就是。范围广了很多，没有问题。这样也很臭，我臭了吗？臭了吗？臭了吗？臭的臭吗？除非你们刚好大家很幸运的都集中在某一部，那我就不好说。但假如说大家都分散的话，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这是好多，这次很多，而且再加上 TP 饭这么多滴滴的部分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对，大家怎么可能一个人就买很多？一定是能去跟更多人合照，当然是选更多人，干嘛要跟同一个人拍这么多张？你们这些人，绝对是选先跟其他人都各有一张，可能再来考虑要不要跟某个人有同很多张那样子。拍好拍吗？专情如你，林果吗？最多是不是有个5、6个人可以拍？没有吗？说的彻底，笑笑的话，很多吧。光2期就
可能很多。小看林狗，小看林狗的行李箱，林狗是不是要带三天两夜的行李箱？看你们可以弄出什么花样、花招。专情的定义，都有去找就叫做专情，这样。都有去就是专情。40寸的吧，太大了吧？去哪里？是出国？专门一的一。哪句才是负心汉？想到上拍上是有人拍过的，反正我五月应该会穿圣诞 T， 那六月再穿一次圣诞 T，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圣诞 T 就是要好好的多加利用，每年的圣诞 T， 专业烂 T。谢谢 Marshall 的爱的熊抱。下班拜拜拜拜。这个时间开始上班吗？晚上要出国去日本出差，请祝福。竟然要出差吗？我也想去，请带上我，谢谢。请带上我，谢谢。如果要去的话，请带上我，不然就不准去。不准去。跟营运一样，跟营运一样，不如去好吗？放行李箱，放行李箱，对。怎么可以去日本不找上我？要也是我去，要也是我去。刚刚要出境了，刚出境。他如果四月公演有出现的话，大家就把他抓起来。把它抓起来。爱上林雨欣可以吗？不行啊。不行啊，我有说可以吗？没有说，我没有说可以。他可能会带土产回来。团费是多少？直接抓走了啦，直接拒绝。果断，果断切除，切除。谢谢小英的甜蜜之吻，没有希望的，不会有任何回报。欧米亚给我他妈给等坤坤上飞机就来不及了。请问你是坐几点的班次？请问你是坐几点的班次？不能叫唐吉诃德。欧米什么？那什么？我他妈给拒绝太后。去带货，去日本还敢不带货？台湾开开吧，什么时候要开？什么时候开一下？该开了吧？什么时候才会办 Asia Face？ 什么时候可以去泰国？病毒。不可能开吧，这么难过。嘿，
可以先买日币，日币真的是从0.25开始，大家就一直说先买日币，先买日币，然后到0.24的时候，先买日币，先买日币，23哈，再买一次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它应该会继续掉吧，0.23应该会再继续掉吧，0.232的时候考虑要不要买的。会掉到这么低吗？会掉到这么低吗？有啊，24的时候好像有买，24的时候有买。亚马逊真的可以囤，那也要就是现在就有东西可以拿去囤，不然的话买一买然后就没有钱，买一买就没有钱。买过0.32的你已经，我买过的就是2627吧。用剩的还有10万多日币，要不要送我？越买越穷，前几天有到22，认赔卖掉就有钱。你来啊，等我毕业。太难过了，现在出不去，出不去，出不了国。我连代购也觉得，要代购嘛，这样的那种感觉。4万日币超贵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是买很贵的汇率，剩下来的4万块吗？为什么我会上综艺玩很大？我不会，我没有上。0.27，27还可以吧，只是跟现在比起来好像很贵，是吗？23，比较好奇，我现在应该有换了2万块日币。2万块台币还是2万块日币？忘记了。2万块日币吧，换了2万块日币。0.35不想面对，只差一碗拉面。前面说是0.27，对，应该是0.27。两万这边只能玩一天吧，那要换多少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妈就叫我换了、啊。她说那你就拿5000块去换，我说那换2万块是吗？好好奇大家现在日币换了多少钱，大家都换了多少？是不是大家都换超多？其实。说很低，我也是不知道，到底要换到多少？5万，那是什么？他要换10万，是不是？20万，20万日币，20万日币要花多少台币？没钱可以换，我也没有，没得换。因为感觉还是出不去。希望6月合照会结束可以出去，该了吧，该了吧，4周年还要延期吗？拜托不要，赶快解放。谢谢小鸡蹦蹦，日币都换回来了，亏大了，亏大了。好多店都没了，重新做功课，想去哪去哪，走到哪就去哪。疫情爆开了，又爆开了，请问可以出国吗？想换也换不了。20万台币好像没有这么
大手笔耶。这个是出国行，合照会结束就去日本这样子。请问这是我们当初 SSKR 的行程吗？现在疫情会有点重，对，要不要？怎么困难？机会在哪里？日本樱花开，日本樱花真的是很多哎、欸，合照一晚就跑，即时开，一直搭车一直排队，对，感觉到时候开放一定会超多人，超多人去日本，超多人去日本，然后就会超多观光客这样子，塞爆这样子，塞满。塞满外国人，该不会又要明年了吧？放假前一个月刚去完，真的是，但是日饭也想来看 TTP， 请来。可以来的话，不然可以 TTP 去日本啊？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让我们去一下日本，补一下那个 HRFest Online 的部分。要不要去一下？补一下上次的，可以去一下日本。难得有机会可以靠工作去日本的机会，竟然变成线上，太难过了吧？该去泰国了吧？希望泰国名额大一点，可以去这样子。会不会三个去泰国这样？三个可以上吗？不会讲英文，是不是会被拉掉？三个的话，就是不是很难啊？难得能公费去。真的，公费去日本，三个也太少，不是十个吗？然后变八个，还是下次是六个？泰国六个这样子。第一场泰国是十个人，然后去上海之后就是八个人，那再来是不是就六个？会越来越少，六个，然后四个，两个，一个。越来越少，经费不见了，经费不见了。但通常主办的那一个团会比较多成员。我记得去上海的时候 ，SH 的人就比较多。但是去日本的话，那个是 online， 所以有16个人。我也想去了，去不了。他以为都是八个人之类的，上次 online 不是全员吗？实际上是全员吧，只是选拔跳的樱花班是不是？也是要过去直接组新团吗？但也没有16个姐妹团，这样一个一个过去，这样八个人是不是？太少了。现在有上海、曼谷、CGN、JKT、马尼拉、日本，这样是六个吗？我有漏掉谁吗？越南已经
小时了。六个。消散在疫情中，对，消散在疫情中，对，剩下六个，太小声了吧。中狗为什么突然消失，突然消失。突然消失了，我吗？我如果消失了，可能就是真的消失了。我还能去哪里？我消失的话还能去哪里？我可能移居去日本吧，看可不可以去日本。看可不可以移居去日本，去宜兰，才不要。先准备好就好。去神奈川，去阿贝桑家可以吗？消失这样子，消失，去日本打工怎么样？没有大学毕业可以去日本打工吗？是不是不行？有人要收留我吗？收留我？换两万日币，现在变成一居。你换两万日币是现在，我说以后。我说以后如果我消失可能会不见这样，我可能会消失。去日本读大学，日本大学感觉应该学费也很贵。无期延期，无限延期，有语言能力就可以，跟年纪有关，打工仔很辛苦的。去日本边路找到你，找得到吗？日本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打工学费不是问题。到30岁。无业游民了一年，在打工，好像还不错耶，看我哪天会消失，请去日本找我，希望我去得了，等疫情结束我就会消失。谢谢圆圆滚滚的香槟，这是什么太空香槟？什么宇宙香槟？潮？都在打工，也有遇到都在度假的科技香槟。疫情消失比较多，疫情结束后消失。谢谢丁宝的告白气球，特效太大看了，没有，他是真的完全把我遮住，他不是特效太大，他是完全遮住。现在来个屁了。不会，我会先期待什么时候去泰国，拜托 Asia Face。疫情不见就消失，一起消失了。新型病毒被消失，趁机挖鼻孔是多想挖，是有多想挖，还要趁机挖。
下一届还是泰国，想说怎么又要去泰国，因为下一因为那个什么 TikTok 是泰 BNK 赢，所以下一届是泰国。今年泰国有办法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为什么让官方会一直突然来送礼物？粉丝也能去现场，泰国行，粉丝也要泰国行吗？因为我有前世，什么意思？愚人节，自己一定是去日本。小时吧，开团 TP 旅游团，谢谢科技鱼的告白气球。你说要去泰国手术吗？不需要恢复期吗？你喝到凑齐入粉丝团的阳光，好像听说恢复期三个月，先交书审就好。但是可能脸要不要，脸也需要整一下。还要筹钱，你们就好好的犯偶像不行？为什么要加入呢？为什么要加入呢？纠团整会有优惠吗？没有吧？有这种优惠吗？没有这种优惠，打不赢就加入。太喜欢偶像，你们有这个梦想是不是？想要成为偶像？可能要改的地方很多。对吧？你们只是就是增推一下三期，增推一下。看不起，你们可以成为偶像，然后成为一个收集二阶的偶像，把二阶们都收集起来。那二阶收集担当，还有三期生。三级生找一个二届收集担当，收集二届的偶像，不知道会怎样，会打起来吗？会打起来吗？二届制造机，你说三级进来一个二届制造机吗？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，不需要制造，他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暗黑偶像，看不到你反，你说你自己不是二阶是吗？自己说，跆拳道三黑带的三崎城，收起来不要放出来。看看楼下，什么？看看楼下。
笑笑尴尬帮你接好。他刚刚讲，他他刚刚尴尬，没有人要讲，自己讲还没有人帮你接。谢谢愚人节会员票，愚人节会员票。要可以做什么？人这么好，为什么被说老牌？可能看起来比较老吧。哦，不是，应该不是吧？老派不是这个意思。谢谢 BC 的浪漫玫瑰。会比较老就会被叫老黑是吗？是吗？什么哪里有红包？知道林果，知道林果比是两年前吗？我不知道。是这样子哦，是这样的。那陈夏是真的老哎。阿信是蛮老，因为现在要找比较老的，是不是？这就让人好心动。虽然看起来比较年轻，哎，对 对, 對，年轻，虽然很年轻，看起来。还没有念榜，还没有念榜，强制关播哎。拜了吗 ？Hello， 时间精算大师。现在是可以念榜了吗？我还没念榜，他就要关我台，就要关我台，是不是？那就先念一下，先念一下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圆滚滚，谢谢圆滚滚。第九名是丁毛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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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毛。第八名是小英，谢谢小英，谢谢小英。第美元。第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卡了吗？卡了吗？现在是怎么样？诶，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吗？第三名，卡在第三名吗？还有两名，还有两名。第二名是 Marshall， 第一名是小林。卡卡吗？自己卡。哎啊啊啊！要。很卡。你要先念完了，念完了。完美 ending， 不能只有声音。愚人节，愚人节卡卡的吗？其实前面那个卡都是人工的，是吗？下周也是15吗？下周的话，
下周是二四的晚上。一直按静音，假装讯号不好。好。拜拜。晚安。对，大家可以去吃晚餐。太早吗？行吗？晚上。二十。拜拜。祝大家圣血真都有抽到01。拜拜。然后什么明天 reset 专辑开卖，就这么一回事。